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结晶诸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一百零二页。啊，浊世二苦第三十五，翻到一百零二页。啊，从意念生口成无一善啊，这一段看起。 啊，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，我们对一对地方。意念深可成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意害真人，暴乱身状，愚痴蒙昧，是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。 十所去向啊，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啊，那么这一段呢、啊、还没讲完啊，这一段呢、啊、讲到、啊、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啊，今天接下来啊，我们看下面这一句，欲害真人，堕乱神众。 这个遇害真人这一句啊，这里讲的真人呐、啊，真啊就是阿罗汉啊，这里讲啊就是阿罗汉，阿罗汉呢、啊，断见思烦恼了，超越啊六道轮回。 那么，他正得真啊，他已经正真了，就是正得这个真理了啊，他解得解脱了啊。我们一般讲啊，他正果了啊，正得阿罗汉果。 啊，但是阿罗汉呐、啊，他这个真呐、啊，是偏真涅盘啊，就是不圆满啊，他只是证得啊偏真的空理啊。所以他证得呢，不是中道。那么三大队的烦恼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 这个三大类烦恼啊，他断了见思烦恼啊，就是最出重的这一层烦恼，他断尽了啊，所以他证得阿罗汉。在经上讲啊，偏生涅盘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生方便有余土了那么他这个一断。 啊，见师父一段，啊，确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真的超越六道轮回、啊，他不必再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果报了，啊，这是真的是正道，啊，所以叫真人。那么易害真人呢、啊？害就是要杀害。 在经上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杀阿罗汉呐是忤逆重罪之一呀。啊，这个忤逆罪啊，第一个杀父、杀父亲；第二个杀母亲；啊，第三个就是杀阿罗汉；啊，第四个呢，出佛身血；第五个呢，破和合神啊，这个五种啊。 罪业啊，称为忤逆罪，那是逆罪啊。那么这个造这个极重的罪业啊，啊，将来啊，必堕阿鼻地狱啊。那么阿罗汉呐、啊，是人天的老师，啊、阿罗汉呐、啊。 也有一个意思，它是应供啊，应供，命座他应当然、啊，他可以接受人天的供养啊，给人天呐、啊，在六道的众生呐、啊，种福修福啊，所以他也伴作有,有,、啊、有应供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么就是他能做人天的。 老师的啊，所以我们做三世系练呐，在这个第三十这个生宝赞啊，都会唱到一句啊：“堪作人天功德主啊！”堪、啊、作人天功德主呢，那么就是这个赚这个生宝啊，他挣得阿罗汉。 所以阿罗汉呢是人天的老师，阿罗汉他们住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是教化众生的。害阿罗汉的等流罪是害老师。啊，现在是在讲啊，好，我们也遇不到阿罗汉了。啊，阿罗汉。 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我们也不认识了啊！但是啊，这个罪业啊，有等流，就是说相等的啊，等同杀阿罗汉这一流的罪，就是又比人讲善知识、好老师啊，这个这个高深大德了啊。啊 啊，出家高僧，再加大德啊，这些真正的善知识啊，他也是人天眼目啊。那么，如果你把这个真正的善知识、好老师呢杀害了，那等于杀阿罗汉啊，也是属于逆罪啊。啊，所以害阿罗汉等流罪是害老师。 忤逆罪堕无间地狱，啊，是无救之罪，啊，佛也救不了。阿罗汉在世间是行菩萨道，啊，他留在这个世间呢，就是行菩萨道。无论是大圣小圣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应机施教。 啊，而且给大众啊做一个好榜样啊。那么你害他，你去障碍他呢？这个罪啊，实际上跟谁结的呢？啊，跟这个地区的众生结的罪。你害他，你障碍他啊，那么害他不能在这个地区弘法，那么这个地区的人。 他学佛文法，这个因缘断掉了啊！因为你害害他，你去障碍他啊，让这个地区的人呢闻不到佛法，那么就是跟这个地区的人呢结这个罪了。阿罗汉已经正果了啊！你把他害死了，他也不会去报复你。 啊，他会原谅你啊，绝不会结业，不会报复。啊，但是呢，你造这个罪业是自己的性罪啊，你堕无间地狱啊，是自己自己的罪业堕堕下去的。啊，那个那不是阿罗汉呐、啊，他给你报复的啊，是你自己呀、啊、的罪业啊，牵引你到地狱去受罪的。 啊，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呢，有多少众生呢？文化的姻缘呐，被你给断掉啊！啊，那么断人的法身慧命，那这个罪很重啊，比断人的生命啊更重啊，道理在此地啊，所以断众生的法身慧命罪这么严重。 那反过来啊，如果你帮助众生得到法身慧命，那是不是功德很大呢？啊，你来帮助啊这些善知识、阿罗汉来弘法，你来护持，那么他弘法的功德啊，就是你的功德。 啊，所以佛陀在世啊，请佛讲经的功德第一大，名扬两利呀、啊，让所有有缘的众生啊，真正得度，他听明白了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啊。那么受到感化的人数越多，那么他的功德就越大。啊，真正功德，我们。 这里建个道场，建个讲堂，那希望啊，请法师啊常住在这个地方讲经，啊，成就一方啊，跟这个一方的人呐、啊、结这个法缘，啊，所以遇害真人啊，这个是这个是啊，害三知识害阿罗汉。 啊，那个罪过很重。下面这一句是“斗乱生众”，啊，那这一句是“破和合,合生呐、啊。啊，那“破和合,合生也是忤逆罪之一。啊，斗呢是斗争，乱呢是作逆。啊，对于啊六和境的生团，如法修行。 佛道的深重啊，那要用各种手段呐、啊，去离间他们啊，让他们之间呐、啊、起了斗争啊，令他们呐废弃啊,汇聚啊这些修学佛法的事情啊，一个僧团呐、啊。 啊，就是大家在这里共修共学啊，在一起修学啊，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将来大家都有成就啊。那这个道场，这个僧团啊，依众靠众啊，大家互相依靠啊，那么就会有成就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啊，如果有人恶意去破坏。 啊，去离间，去分化，那这个就是构成了忤逆罪了。啊，大家在一起修行啊，你去扰乱他，破坏他，啊，在在里面呢、啊、挑拨是非，啊，让这个僧团呢、啊、失去和谐，啊，那这个罪也是忤逆罪很重。 啊，将来死了都躲无间地狱去了。下面这一句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。啊，这个愚痴蒙昧呀、啊，蒙昧是无知，啊，愚痴无知啊。那么这个愚痴无知啊，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，佛法讲的愚痴啊。 啊，就是没有智慧了，无知啊，没有智慧就愚痴啊。那么愚痴啊，不是说哎呀，没有读过书的人他就愚痴，那不一定了。啊，你看六祖大师没有读过书，一代祖师啊，啊，那么他的智慧啊。 无量无边呐、啊。那么最近呢、啊，我们敬老上推荐的海贤老上，他也是没读过书啊，啊，就是会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啊，你看，一百一十二岁啊，自在往生，啊，大智慧啊！你看呐、啊，这个都大智慧啊！啊，所以没有读书，不认识字。 不代表他没有智慧。那反过来讲啊，啊，读书认识字的人呐、啊，他不一定有智慧。那有的呢，学历很高啊，当博士，当教授，啊，在世间的学历很高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智慧，啊，没有能力啊，分辨是非善恶、真妄邪正、利害得失。 分不清楚就一次啊！啊，那么为什么会一次呢？没有读经之过啊！那不读圣贤的经书，不读活菩萨的经典啊，用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看法啊、自己的见解啊来看宇宙、人生的事情，都看错了、偏差了。 啊，都不对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这样的人呢、啊？啊，我们一般讲知识分子啊，他很聪明啊。那聪明啊，不是智慧，这这个我们要分辨清楚。啊，讲的智慧是自信里面的波的智慧，每个人都有啊，不是外面学来的。 本身自己都记住无量无边的智慧。那么外面学来的叫知识，不叫智慧。那么知识很多很丰富啊，不一定有智慧啊，有的甚至啊，学知学见了啊。佛在经上讲啊，八难之一啊，四字变聪啊。 啊，世间的聪明才智，佛说呢，这个这个人遭难了，他入不了佛法，他无法理解佛法。啊，所以这个无知愚痴啊，啊啊，他这个定义啊，是在这个地方。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所以你不要说哦，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名气多大，地位多高啊，他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样的学识啊，学历多高啊，那不一定有智慧。啊，那是他的专业领域啊，那他他那个是专长啊，他是那方面的专长啊，那不是。 佛讲的智慧了啊，所以像这样的人，现在智慧很多啊，自为智慧啊。那但是他自己没有智慧呢，他自己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啊啊。那他自己愚痴啊，他自己不知道、啊，那反而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啊，往往啊都自以为是啊。 啊，自己以为啊，我我我的想法都是对的，我的见解都是对的，我的说法都是对的。那这样啊，真的是一吃到极处了啊！那么你你说世间人，你说智慧多大？那你你你的跟佛比吗？ 你能跟菩萨比吗？跟能跟阿罗汉比吗？啊，那不要说这个出世间的圣人啦、啊，啊，就世间的像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啊，这些世间的圣贤，那我们的智慧能跟他们比吗？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呐、啊，自以为是啊，很狂妄啊，啊，都。 没有把这些圣人呐、啊、放在眼里呀、啊，那那真的是一直到基础了啊！所以他自己认为很有智慧，那很有智慧怎么样呢？那佛这里讲了啊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啊！啊，你说你智慧很高，你很聪明。 那你生从哪里来啊？你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啊？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这个问题啊，世间所有的人都无法了解啊，都不知道啊。啊，你再高的学问，你是什么科学家？啊，什么哲学家？啊，什么博士？什么教授？ 啊，甚至得到什么诺诺贝尔奖等等的。你去问那些人，你你生从哪里来，死你死要去哪里，他是不知道。啊，那这个啊自己不知道，那还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那那真的是不肯向活菩萨学习，那真的是愚痴了。 啊，因为啊，一吃那佛讲的三世因果，他也不相信啊；所讲六道生死轮回，他也不相信啊。他认为那是迷信啊。但是呢，你说迷信，但是你自己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这身从哪里来，你死了要去哪里呀、啊？ 啊，如果知道啊，当然他不敢造恶业了。啊，知道有六道轮回，有得果报，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，还有来生来世啊。啊，如果不知道啊，能够接受佛在经典的教导，那我们也不敢造恶了。 啊，下面讲不仁不顺。啊，这个注解讲啊，不明因果，不信轮回，不知利他，为徒自利，故待人接物不仁不顺。仁是爱人呐，啊，不仁就是他不知道去爱护别人。啊，不知道爱人的人呐、啊，他不知道自爱，他也。 肯定不爱自己啊！只有懂得自爱的人，他才会去爱别人啊！所以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自爱，他不造恶业，他也不跟人结业啊！在菩提道上啊，他就没有冤亲债主来找麻烦啊！这就自爱了。 啊，没有什么冤亲债主了，来护身呐、啊，啊，来找麻烦，来障碍。啊，所以自爱他才会爱人。那么心不清净，就是不自爱。所以自爱的人呐、啊，永远。 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清净平等觉是自己的真心，啊，自己的真心是清净心，啊，懂得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那就是自爱了，啊，那这个真心呐、啊，是我们敬老和尚讲的三个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决心。 啊，现在这三个都失掉了啊！这个三个都是变成了、啊、自私自利的，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啊，变成这样的心啊！这样的心是污染，把心污染了啊！清净没有了，共高我慢，自以为是。 那平等心也没有了啊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，啊，别人都不如我，这个就不平了，不平等了，啊，迷惑颠倒，没有智慧，那绝没有了，不绝。啊，这个叫不自爱了，那不自爱，对自己都不爱，他怎么去爱别人？ 那么庄子说啊啊，爱人利物谓之仁呐、啊，啊，这个人能爱人啊，那么他还爱一切万物啊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啊，他没有不爱护的啊，这个样的叫仁啊，就仁爱啊，不顺啊，是不顺性的。 啊，这个顺是和顺和、和睦，随顺大自然，大自然的运行就是性德的流露。下面讲啊，希望长生呐。啊，这个注解说为之自私啊，故希望长生。 啊，那他他,他只知道自私自利，啊，又想求长生不老，啊，他能长生得了吗？啊，其实也有了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看到有一些无恶不作的人呢、啊，他他做很大的恶事，恶造很大的恶业，哎，反正他寿命还很长呢、欸。 还善终啊？那还有看到的，哎，这个人啊，平生都做好事啊，啊，他反而短命啊，而且横死啊，就就就一般讲啊，死的不好啊，意外灾难呐、啊，啊，或者得重病啊，啊啊。 很年轻就死了啊！因此啊，有一些人看到这样啊，那我讲的这个善恶果报没有啊？你看某某人他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他还不是一样早死啊？他还不是死的很不好啊？那某某人呐、啊，嗯。 恶业造那么多，哦，他寿命又长，又善终，又好死，所以有些人看到这样啊，他就不相信了、啊。啊，哪有什么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但是他只是看到现前这个阶段，看到现在这一世，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三世因果，因果是通三世，不是只有这一世的。 啊，这一生的遭遇啊，这一生的命运啊，是过去生自己造的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一生造的呢，就是决定来生的果报。啊，所以过去生有造恶业，那这一生果报不好。啊，这个。 过去生造的恶业啊，这一生这个恶恶报啊，先成熟了，好像那个水果啊，这个已经熟了，那个要先去吃了，啊，就要先去受这个报了。那么这一生修的善业呢，还没成熟啊，好像那个水果还没熟，还不能吃啊，啊，那等到呢比较晚年或者来生后世。 他果报成熟，那个时候熟啊，所以做好事不得善终的人，短命不得善终啊，那就是过去世啊，他造恶业，没修福报啊。那这一生修的了，还还没成熟。 啊，要等到来生来后世啊，成熟才报。但是过去制造的恶业已经成熟，你现在就要去承受这个果报了。啊，是这个原因啊。那么造恶业的人善终，寿命很长。过去是他做好事啊，他也有做好事啊。啊，过去是做了好事，这生享受这个福报。 啊，那么这一生福报享尽了，啊，来生后世他那个这一生造的恶业，来生后世成熟，那来生就受报了。啊，所以在佛经上也给我们讲啊，这个公案啊，有一个人杀羊啊，七次投胎都投胎做人。 寿命都很长，福报都很大。你看，那七世的行业呢，通通在杀羊。那我们看，那杀一辈子就不得了那个七七世啊，七辈子都在杀羊，他都得到福报又善终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过去是修的福报，修的太太多太厚了。啊，那么这次享福的时候啊。 不知道继续修复造恶业啊！那平的过去是修的福报啊，这真享受啊！这真造了恶业，后来这个七世啊，福报享尽了。七世以后啊，那么这个七世当中造的杀业啊，一一,一受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因果通三世啊，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 啊，这个你看呐、啊，这个这个台南城隍庙啊，啊，那那,那,那个那个那个对联呐、啊，都都写都写这样啊，啊，都写这个因果啊，啊，都为为善没有得好报、啊，那你过去造的恶业啊，灾殃还没有受尽呐、啊，啊，这一生造恶业得好报啊，过去是修的福报还没有享完呐、啊。 想完他灾殃就现钱了。那这个这个这个人呐、啊，现在修福报了。过去是造了恶业，这灾殃受完，他就享福报了啊！所以因果通三世啊，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道理啊！所以我们确实有看到无恶不作的人寿命很长，那是过去修过去生中他修的福德很深厚。 啊，所以过去是修的善善德啊，保护他啊，所以他这一生造恶业呢，哦，你看那个恶业造那么大啊，他还做大官啊，还享福啊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些因果的道理，知道了，他福报啊，总有一天会享尽的，那福报享尽，你。 没有继续在修福，一一直在造恶业，福报享尽，那恶报成熟了，那那国报就现前啊。那么一个人的命运是如此，一个家庭也是一样。一个人啊，个人的命运；一个家庭，一个家运；一个国家，国运；整个世界叫世运，同样一个道理。 啊，那么个人啊，修复，那个人命运改了，整个家庭的人修复，家庭都改了，啊，一个国家的人都修复，那这个国家的国运他就改了，啊，整个世界的人都修复，那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好了。那反过来啊，如果不知道修复，还拼命造恶业。 那就受灾殃了啊,啊！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：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谕以无益其人，心中必是亦不开解。大命将终，悔惧交织，不欲修善，临时难悔。悔之以后，江河几乎啊啊！ 这一段是讲障蔽现前啊，就是障碍来蒙蔽啊，现前了、啊。那么一个人呢、啊，如果这个心智啊有障碍、有蒙蔽啊，那这些佛讲的这些话，他都听不进去啊。他听了就排斥，他听不进去。 啊，所以慈心教诲而不肯信呐、啊，很慈悲心的，及教诲不不肯相信，那不能接受。啊，那有的甚至，当然反过来还诽谤啊。那么如是之人啊，心一痴，行为恶劣啊，就是这样的人呢。 心理医痴的，那医痴没智慧啊，啊，自己业障很重，啊，被自己这种恶业障啊障蔽的心智啊，啊，那表现在外面行为很恶劣，啊，虽然遇到佛法，啊，遇到佛。 都是过去生中有缘才能遇到，那没有缘也遇不到。过去生中遇到了，没有好好的修啊，虽然遇到佛啊，那么佛慈悲心来教导回缅，他不能够相信。 啊，或者是信了一点啊，半信半疑啊，啊，那这样啊，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苦口谕以无以其人啊，那苦口就是苦口婆心啦、啊，那不断的重复的一直劝导啊，啊，来教导他，来引导他啊，对他没有帮助了。 啊，为什么没有帮助？因为他不能接受，啊，他不能够依教奉行啊，他听都听不进去啊，啊，那么这样的人在世间呢、啊，那当然非常的多了，啊、那个，那个那个没有善根啊，心中闭塞，亦不开解。 这个注解讲啊，盖因如是痴人心中毛色虽闻良言不能灵解。这个毛色是比呀啊，不开窍啊，那好像有东西呢堵塞一样啊，好像被堵住、被塞住了。怎么这么一个道理这么简单？他就是听不明白。 这个听闻这些佛的良言呐，啊，佛的眼里是最好的、最良好的眼里啊，啊，没有比佛的眼里更好了。啊、无法领悟啊，啊，体会不到，啊，也不能理解。 那么这些都是显示啊，吃毒所造感的苦痛，所以就不明理呀、啊。那不明理呀、啊，这个是属于吃愚痴的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吃毒。那这个吃毒比贪贪嗔这这两个毒更更麻烦，因为那愚痴他就没有智慧去分辨呐、啊。 是非善恶，真妄邪正呢？啊，他不明白啊！啊，那么佛教导他也不能接受啊,啊，听不进去啊！啊，净影书讲：现有一次文章复兴，无所知晓，以之为痛。 啊，那么这个医师啊，所超感的苦痛，他自己很痛苦，不开窍啊，不能够理解这些善言善行啊，他听了没感觉，没有办法触动啊他的心智啊，他听了没有感觉，这个就是业障障碍住了。 啊，所以盖为愚痴负心呐、啊，故蒙昧无知，此时为人生之巨痛。那么，人生的巨大痛苦啊，没有比这个更超过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呐、啊，总觉得哎那些啊，什么物质上啦，缺乏啦，啊，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啦。 啊，发生了啊,啊，灾难了啊,啊，那这个很痛苦啊，但是这个愚痴这种痛苦啊，是最巨大的。一般人他不知道，那么这种剧痛啊，在他自己本身呢、啊，他自己不容易察觉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懵懵懂懂的。 啊，那么有智慧的人看到啊，就深深感到无比殊胜的言论，因此空过了，多么可惜啊！啊，那明白的人、有智慧的人啊，看到这样的人呢、啊，真的替他惋惜呀、啊。他这种业障啊，自己业障这么重，啊，遇到佛法啊，不能好好的接受修行。 啊，这一生就空过了，啊，非常可惜啊！啊，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，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、啊，啊，六道轮回啊，要得到人生难呐、啊，不容易；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，那就更难了。啊，现在得到人生呢、啊，又闻到佛法了，当面错过，那你说可惜不可惜了？ 啊，大命将终，悔气交织啊！啊，那么糊涂一辈子啊！临命终的时候呢，看到地狱火现前，后悔恐惧的心升起来了。啊，后悔这一生啊，遇到佛法没有好好的修行。畏惧的是怕堕三恶道啊，三恶道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很难。 啊！欲火逼身是为烧也啊！如果过去生中有大功、大德、大善，会不会堕三途？也会啊！这个是经典上都有啊，所以那个关键在临命中。他最后一念啊，就这一生这个人一断气。 那那这一生就结束了啊！那下一个阶段就是来生了。来生去哪里呢？啊，就是这一生啊，最后一念啊，哪一个念头比较强？强者先牵啊，那个强的念头啊，先牵连。啊。如果善的念头强，那牵引到三三道。 往生，恶的念头强，贪嗔痴念头比较强，牵连到三恶到往生。那个关键在最后一年。啊！那经上也有讲啊啊！有人一生他哦，持戒修福啊，修得很很大了，临终一念错了，都到畜生道去了。 啊，这个这个就是关键呐、啊，在临终最后一念啊，所以这个助念为什么要助念？助念就是怕这个啊，这个人呐、啊、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糊涂了，要提醒他了啊，在我们净土啊的同修啊啊那。 就提醒念佛啊！提起阿弥陀这一念呢、啊，是最重要的了，其他都放下了啊。所以是提醒啊，助念呢是提醒啊，提醒他念佛啊。平生他也有念佛，他怕临终的时候啊，一时糊涂了，一个念头错了，那、啊、可能就到上个道去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要赶快提醒他念阿弥陀佛啊！啊，如果这个最后一念是恶念啊，或者嗔恚、怨恨啊，或者情执啊、贪嗔痴的念头起来啊，就三毒去了。啊，那最后一念是善念啊，那就到人天善道了。啊，如果最后一念是阿弥陀，佛，那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 那么我们每天念佛啊，我们平常说打佛七，那打佛七为什么啊？实在讲也是为了临终那个最后一念吧。啊，那你平常好像练兵一样，啊，原练得很熟悉，啊，像打仗啊，你平常就要操兵啊，操演操练。 啊，所以练兵千日，用在一招。啊，打仗是一招一夕的事情。啊，临命中就是我们上战场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天天念佛，就是为了最后一念啊，不要把这一个佛念忘掉。啊，那不要忘掉啊，就要念得很熟悉。啊，就要念得很熟悉。那我们平常啊。 如果练的功夫还不熟悉呀、啊，还不熟啊，也常常忘掉。那么我们想想啊，那平常就常常忘掉，那临终了、啊，那靠不住了、啊。所以平常啊，还是要多念啊。这个我们手里拿个念珠，什么作用呢？提醒念佛啦。 啊、这个，这个这个念珠是这个作用了啊,啊。那么现在有念佛机也可以补助啊，念佛机啊，自己这个寝室啊啊，那最好也部念佛机啊。我的我的寝室都二十四小时都都有佛好。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念佛啊。啊，所以。 天天念佛啊，就是为了最后一念呢、啊，不要把那个阿弥陀忘记了啊,啊！不是为我们现钱啊，啊，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啊。没有事情的时候啊，佛号就提起来啊。那么没有事情的时候啊，坐下来就胡思乱想啊，那这个就很麻烦了，就很可怕了。 啊，真正坐下来啊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哎、欸，不要想善的，不要想恶的，就想一句阿弥陀佛就好，来养成这个习惯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打佛七？啊，所以这次这个这个念佛期啊，在别院啊念佛啊。虽然我们一天只有五支香啊，但是啊，也算一个。 阶段性格密集的念佛，啊，效果还不错。啊，所以提起一句佛号啊，养成习惯，往生就把握。你念熟了就有把握。蒙昧无知，啊，那么蒙昧无知呢，起心动念一定是烦恼。 啊，就是跟贪嗔痴相应了啊,啊，一定是贪嗔痴慢了、啊。他、啊、如果常常起这个念头，那决定啊，多三途啊，实为人生之巨痛啊，巨就是巨大的痛苦，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痛苦啊，没有比这个更苦的事情。 啊，再看下面经文，不易修缮，临时乃悔，悔之以后，江河疾乎？啊，江河疾乎？啊，这个一段经文呐、啊啊，这个不易修缮啊，易就是易先呐，啊，说欲备啊,啊,啊，人若能不以有生之年呐、啊，啊，若 不能够在有生之年呢，预先修善啊！临命终的时候悔恨为死，为时已晚啊！那都太慢了啊，后悔莫及啊！所以佛劝我们身体还强壮的时候啊，要预先修善啊，现在就要真干。 还要排除一切障碍，真以念佛了生死为念啊！身体纵然有疾病啊，也自然平安无事啊，不需要太过分操心去保养啊。那么，能不能往生的时候啊，像前人啊那些？ 古代、近代的净土圣贤呐、啊，那么潇洒自在，完全看我们现在能不能放下，是不是真放下？啊，现在就要觉悟，啊，从今天起就要准备，啊，再拖延来不及了。 啊，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升起来啊，那就是今天觉悟了。啊，这个悟不是小悟啊，是大悟啊。啊，悟了以后要真干。啊，真干就不会退转。啊，这个觉悟的意识啊，会随着日时增长啊，随着这个时日啊，不断的增长，啊，不断的深入。 这是好事情。那么我们目标啊，就是要把它定在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啊，我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啊。离苦要离就近苦啊，就近苦是轮回了、啊，这个轮回是就近苦。啊，就近苦就是你没有出六道轮回，只有苦，没有快乐。 啊，那个快乐也是苦，叫坏苦啊！啊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啊！啊，三苦、八苦啊！所以六道生死轮回是就近苦，那极乐世界呢是就近乐啊！这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所有的苦听都听不到，所以他那个世界叫极乐，只有乐没有苦。 啊，为什么不去？啊，就是没有搞清楚啊，半信半疑。啊，真正搞清楚了，你决定啊，会取极乐世界，啊，不再攀连这个世间事了。啊，这个世间事可以完全放下。啊，像念佛堂堂主常说的，放下身心世界，老实念佛，啊，这样就对了。 起心动念，眼里照做啊！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心无心照多少第一页，自己也不知道啊。到临命中的时候啊，跟阎王见了面，鬼神给你记录下来的资料啊，那边有档案啊，让自己看。这个时候悔惧交织，不能不去承受。 所有的地狱苦报啊，都是自己的业力啊感召来的啊，自己业力啊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阎罗王讲啊啊啊，你们所受的一切这些罪报啊,啊，跟他没关系啊，不是他他给你定的啊，是你自己造的业啊，你要去受这个报。 啊，不是他要给你受的，啊，所以阎罗王啊也是很慈悲、很有爱心。我们读《地藏经》就知道了，啊，那鬼王、阎罗王很多都是菩萨化身的、啊，啊，到到这个恶道去帮助众生啊，去度众生的，啊，所以这些菩萨他也不希望看到众生去受罪啊。 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地狱的业报啊，是自己业力现前的，啊，就像自己啊做噩梦一样啊，吓了一身冷汗，醒过来了。那那梦谁给我们的？那自己的心生出来的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没有人到你梦中去给你惩罚了。 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梦都是自己自己做的梦。啊，这个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从自己的心想生出来的了。所以经上讲啊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啊，六道轮回的心想生，啊。 那、啊、就得六道了。那么三恶道的心啊，阿鼻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都是心想生的。啊，你心想哪一道，那么就去哪一道。啊，这一生造多少业，啊，都是自己的事情。 啊，我们今天学佛了啊，天天在学经教啊，可以说十法界的业因呢都记住啊。我们有佛法界，有菩萨法界，缘觉法界，声闻法界，天法界，人法界，修罗法界，畜生法界，恶鬼法界，地狱法界，十法界都有啊。那这个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呢？ 啊，我们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十法界的种子都有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看哪一个法界的力量大，就先去那那里呀、啊。啊，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，那我们要走活菩萨的路喽。活菩萨的路最殊胜的，无过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 啊，去的方法真简单，真相信，真发愿，真念佛。啊，我们今天的问题呀、啊，是在疑信成本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很多，啊，你不能说说完全不信，那不信他不会来念。但是呢，这个当中有怀疑。 啊，半信半疑的，这个鸡多数了，啊，不是真信，啊，那么厌也有问题，啊，这个地方啊还有很多不能放下了，啊，这些都是障碍，啊，心里想念佛，念了几句又念到其他地方了，啊，佛法、啊、叫做思念。 忘记了啊！妄念现前啊，这个是功夫不得力啊。那么我们有看到了学佛、念佛的人呢、啊？哎，他他念个几天就真的往生了啊,啊！在这个在净土圣贤路都有，你看严格法师他念三天啊，那是什么呢？ 信愿念佛，记住啊，样样都是真的，真相信，没有怀疑，真愿意去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愿意放下啊。那么真信真念啊，念佛就是真的了啊。所以宋朝延科法师给我们一个表演啊，一个无恶不作的比丘决定堕无间地狱。 啊，他不是在大命将中的时候忏悔，啊，他是在平常啊，啊，人还很清醒的状况之下，啊，想到地狱苦，他那个畏惧心就现前，啊，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，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呐、啊，那、啊、想到地狱那种苦，哎呀，去不得啊，啊，要求解脱啊，求往生极乐世界。 那么那个心起来就是菩提心，啊，所以他念佛这三个条件记住，啊，真信真念往生，真念这句佛号，啊，念这句佛号没有妄念，没有夹杂，没有怀疑，没有间断，十念就能跟阿弥陀佛沟通了、啊，啊，阿弥陀那边就收到信息了。 啊，那我们这边呢、啊、也收到佛的信息了啊。那佛看到你纯正啊，信念型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就来了啊，来接引了啊。那么佛来接引啊，如果寿命还没到啊，他会告诉你，啊，你的阳寿还要多久啊？那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呢，他才来接引啊。 那等于说给你受记了，啊，你知道啊，你什么时候会往生？啊，可是我们看这个历代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的，那有很多人呢，念佛念到根佛感应了，啊，那佛来跟他讲啊，你还有多少寿命啊？他他说这个寿命我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要跟你走了啊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世间太苦了。那像严苛法师，佛就给他讲：“你还有十年的寿命啊，等十年后再来接你啊。”那严苛法师说：“那个十年我不要了，我再多住十年啊！我这个劣根性很重啊，我不晓得要造多少罪业了啊！我想希望现在就走了。”啊，那是真真正发愿了。 我会答应他了，三天啊，三天后啊，让他向大家告假啊啊！大家听到他这么讲啊，半信半疑了啊。平常啊，也不修行啊，破戒。现在说三天后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啊、大概大家也不太相信了。 啊，好在三天也不是很长啊，看看吧，啊，三天后看你往不往生，啊，结果第三天啊，早课的时候、啊、就给大家讲啊，我来了啊，请大家念佛、啊、送他了，啊，真走了，啊，所以他寿命不要了啊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啊，你发现要弘法利身，人家不听你的，没有话言。 啊，你慈心教诲，他不肯信，他不肯相信，苦口婆心，对那个人都没有帮助，他也得不到利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那不如先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自己到极乐世界成就了，那等到这个世界的众生缘成熟，再回来度众生。 啊，那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啊，真去了都不是假的，那是真的，真的放下了啊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一定要发真心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做假的啊，一丝毫虚假都不能掺杂在里面啊。为什么把我们的功德破坏了？ 人生在世，求什么？啊，求功名富贵啊！这功名富贵也是假的，也带不走、啊。无非啊，是造业了，造罪业。啊，如果你造善业，那来生也不过是得个人天福报嘛。那、啊、造恶业，就是三土啊。 那来生种来得人天福报啊！那能享福就容易迷惑。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啊，多少大富大贵的人啊，做大官、大企业家，有有几个人能来学佛啊，而且做好事的也不多。 那可能啊，啊造很大的罪业比较多，啊，慈一生福报享尽了，来生恶报现前啊，所以第三世就又堕恶道了啊，所以佛讲这个一个人呐、啊，如果不发菩提心，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，啊，所以要发菩提心呐，啊，要求出离。 啊，这个才是真的啊！那么恶业就是三途啊！你现在还有这些恶习气，决定是三途的越多，善越少，恶越多。虽然不再造恶，但是那个恶的那种习气啊、样子啊，常常会显露在外面。啊，那种贪嗔痴、傲慢、嫉妒的样子啊，还有啊，心不平。 所以严科法师比我们有智慧啊，啊，他知道自己，嗯，找的越重啊，所以他念佛是真干，真信真念真念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不容易啊。那么这个也证明《弥陀经》讲的是真的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到若七日啊，一心不乱。 啊，那么前面一到六是数字啊，那后面那个七就不是数字啊，那个七是什么？啊，那个七是代表念佛功夫圆满啊。你念佛功夫哪一天念到跟佛有感应，啊，那一天就叫七了啊，这个七圆满了。啊，那有人一天成功，有人两天。 有的三天四天啊啊，决定会成就的。你只要真心念，感应快速。原因没有别的，就是放得下啊。念佛不能相应，就是放不下啊。要常常想想啊，我还有哪些没放下啊？那没有放下的自己能发现，不用别人说，别人也不会说你啊。说你你就生烦恼。 啊，还要跟你结冤仇，啊？为什么呢？你不相信呐、啊？啊，唯一让我们自己能觉悟的方法，就是多读经、多听经了、啊。那、啊、如果如果要靠别人来给我们讲、给我们提醒啊，那这个恐怕也没有人敢呐、啊。啊，那那万一给你讲了，那那。 不高兴啊，那反而结厌了啊！啊，所以现在呢，觉悟还是靠自己啊，多听经，多读经啊。我们言胡提众生耳根最利，所以听经比读经啊，但是效果更好啊。读的时候没有读懂，哎，听他听懂了啊。听经啊，一部经不断重复去学习。 去听啊，这好事啊！这个就是一直这样啊，重复的听学习，没有开悟不换题目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念佛人呐、啊，就是求念佛三昧啊。得到念佛三昧之后，三昧是得定了，心定下来了啊。心得定啊，那么这一生就有开悟的可能了。 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：天地之间，五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成，生智当知，无水代之。啊，那么这个一段是讲祸福之当啊，那么祸跟福啊，都是自己要去承担，这个祸福啊，都是自作自受啊，别人代替不了。 天地之间，五道分明。五道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六道了。啊，在慧书讲啊，天地则所依气世界总标三界啊，那么，天地啊是所依靠的生活环境。我们今天讲宇宙，啊，佛法讲三界，把宇宙。 空间不同，维次的全部包括在其中。那就讲三界啊，一界、四界、五色界。五道能则能依有情善恶通济啊，这五道就是六道了啊。六道里面呢、啊，这些人是正报啊，能够一的有情众生啊，有人行善啊，有人。 作恶苦乐因果人人常见，故应分明。那么善得善报，恶得恶报啊。那么这个因果啊，人呐、啊、都常常见到啊，所以叫分明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它就摆在我们眼前 一即是说，天地之间，五道生死，因果分明啊！有因必有果，如是业因，如是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这是说明因果报应的这桩事实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啊，老祖宗教给我们：心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！起心动念，先想想啊！啊，当事人是我自己。 啊，我怎样承受？我不喜不喜欢？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那么这个叫善心呐、啊啊。我不希望人家这样对我，我也不能以这样去对别人。啊，我不喜欢的事情啊，啊，也不会加给别人啊。那么这个叫善心呐、啊。 就能避免过失，避免恶报啊！那我喜欢别人怎样对我，那我就要怎么样去对别人啊啊！这样才能得到善的果报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，我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对付别人啊！那我不喜欢，那人家也不喜欢嘛。 啊，这是人之常情啊！啊，所以人呐、啊，能够时时刻刻回光返照，那过失就会慢慢减少。啊，在造作些恶业的时候啊，如果完全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，啊，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快意，这个不行，你跟人结了怨了。 啊，你人骂人啊，骂得很痛快啊！啊，但是跟人结怨呢、啊？啊，你不喜欢人家骂你，那别人也不喜欢你骂他嘛？那这这个这个是人同此心呐、啊，心同此理嘛。纵然是以善意帮助别人。 那么手法也要讲究善巧方便，啊，总之啊，让人生欢喜心。啊，大圣教里面常说啊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就菩萨所到的地方啊，都让众生生欢喜。啊，在这个中国传统的寺院啊，佛门首先。 这个表法的一个形象啊，在中国传统寺院啊，你看呐、啊，这个寺院呐，一一进三门啊，第一个殿就是天王殿啊，那天王殿呐、啊，你一进那个门呐，他就一尊弥勒佛坐在那里，笑嘻嘻的。 那左右两边呢、啊、是四大天王，那弥勒菩萨后面呢、啊、是韦陀菩萨，面对大雄宝殿。啊，这个一般这个传统的寺院啊，它的建筑啊都是这样的规格。那么弥勒菩萨的形象放在山门口啊，那面对的大门啊，它表什么意思呢？邪佛啊。 哎，欢迎大家进来佛门来学佛啊！那么学佛呢，看到这个形象啊，这个表法的意思啊，就是先要学包容，因为道场里面人很多啊，啊，个人有个人的烦恼习气呀，啊，如果不能包容啊，那那就没办法了。 啊，所以弥勒菩萨呢，坐在那边啊，表要学包容啊，宽宏大量啊，学笑脸迎人，这是教育啊，啊，不是把他当神明来礼拜啊，他是表法的意思，表大度能容啊，他弥勒菩萨那个大肚皮啊，能容天下人不能容的事情，他都能包容。 啊，你赞叹他，他笑嘻嘻的；你骂他、诽谤他，他还是笑嘻嘻的啊！啊，所以他是表法的意思。那这是进佛门的第一课啊，我们要学习的啦，学习包容啦、啊。那么两旁啊，旁边四大天王啊，也全是表法啊。东方持国天王表护责尽职，顿轮尽护，尽混 啊，手上拿琵琶，用弦乐器来表法。那个弦不能松啊，松了就不响；也不能紧紧了会断，要恰到好处啊。顿轮进退、处事待人接物，要符合中道，不过分也不能不到位。啊，他教我们呢、啊，要用中道啊，那才能保持自己的身。 保持你家的兴旺，保持国家啊的安定繁荣。那么，南方增长天王代表佛家讲的精进，日新又新，不断的追求进步。手上拿宝剑啊，智慧之剑，表智慧啊，快刀斩乱麻。 斩断烦恼啊，唯有智慧啊，才能真正提升你的德行、能力、才艺啊。所以大圣佛法跟传统的文化啊，像一棵千年老树，年年发新叶，年年开新花，年年结新果啊。这是精进啊，这是说日新又新呐啊，并不是守旧。 啊，从过去经验当中产生新的智慧啊，指导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啊，日日新呐、啊。那么下面两个天王是表方法啊，那用什么方法达到前面这两个目标呢？啊，这是西方广目天王啊，多看啊，现在讲多考察了。北方多闻天王多听。 啊，所以广目天王右手拿的是龙啊，或者是蛇，表善变多变啊。你看整个社会啊，整个世界啊，千变万化，瞬息万变啊，代表社会人心万物啊，变化莫测啊啊！特别在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那个变化的幅度，那比过去不晓得。 大、啊、一百倍、一千倍都不止啊！所以左手拿着一颗珠啊，那么这个珠是代表不变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啊，要以不变应万变啊！你看这个社会多变，思想多变，言行多变。 那不管怎么变，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啊，要掌握那个不变的原则啊。那这个社会是多变的，人情是多变的，理事是多变的啊。如何掌握住那个不变？啊，清净心不变，平等心不变，决心不变。 啊，就是我们要保持啊，洁而不迷啊，正而不邪，见而不染。啊，在佛门称为三宝，佛法僧，啊，归依自性三宝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以性德相应，啊，就是正法。啊，违背性德就是邪法。以性德相应是善，以性德相违背是恶。 啊，北方多闻天王手上拿伞，啊，那个伞盖啊是是那个灰尘，啊，也是表这个防止污染，啊，那现在这个社会污染是太太太多了，啊，讲究环保了，啊，首先讲究啊心理的环保，啊，因为环保就是清净。 啊，我们学佛啊，清净心摆在第一位，身心要清净。啊，那么往深处去看呢、啊，大圣佛法，我们在《大圣经》上看到自心限量不断之五，啊，我把整个宇宙真相用八个字就说出来了。啊，宇宙没有边际。啊，到底是什么？自心限量摆在你的面前。 一个是能现，一个是所现。自心限量是能现，不断之无是所现。大圣经也常说啊，真空妙有。啊，自心限量是真空，不断之无是妙有。啊，这两者都不可得。啊，这两样啊，通通放下，那你就成佛啦。 啊，那如果在有着一个成佛的相啊，我成佛了，那那还是凡夫。那佛成佛了，绝对不会啊着自己成佛这个相。啊，那我们呢啊，觉得说，哎，我已经成佛了，那就完全错了啊，就是把这个八个字都解释错误了啊。这八个字啊，真正通达。 啊，心里的痕迹都没有，完全回归自信了。啊，这个就像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？”啊，全宇宙一切法就是一个自信。啊，自己的真心生的啊，我也是自信生的。啊，那离开自信，什么都没有。 啊，整个宇宙是我自心的限量，从自己心里变现出来。啊，自心所现的宇宙，啊，真相是不断之无。啊，它不断，啊，通通是无。啊，凡所相皆是虚妄。啊，这《金刚经》讲的话了。啊，那你不是圆满的放下，那这个八个字不不懂。 啊，无法体会啊！真正做到眼见色、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啊，那么佛这一说，你就正德啊！那那这这个不是觉悟啊，是是正悟啊！你就正德了啊！正德的是什么人呢？正德他就是法身大事了啊,啊！ 这这个就是法身呐、啊，真实的这个描绘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啊、呃，时间到了啊，那我们，哦，善恶报应啊，那这一季啊，我们留在下一次再来，呃、再来学习啊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这一段啊。